本地歌手潘嘉丽上个周末带着她的新专辑回到新加坡，举行了一场亚洲记者会。我的心里隐藏两个梦，一个想要爱，一个自由。我的明天两个作家，又想要真爱，也想放纵。我的皮夹当个机票，一段去巴黎，一段纽约。我的皮夹当个机票，一段去巴黎，一段纽约。我的生活当个角色，白天冷静，晚上狂热。不是我要太多，只怕时间不够。如果你被爱，我可能会让你狂疯。Oh, baby， 沙嘎拉嘎 baby， 沙嘎拉嘎 baby， 对不起啊，我是故意的。沙嘎拉嘎 baby， 沙嘎拉嘎 baby， 你可以选择不原谅我。沙嘎拉嘎 baby。制作人阿迪亚有很多的要求，就比如说 Shaka Laka Baby 这一句一唱到就有不同版本，可不可以请 Kelly 给我们示范三个不同的版本？你怎么样在这首歌曲里头呈现三个完全不一样的版本？那第一个版本就是可爱的，是就是要装可爱，就是 Shaka Laka Baby， Shaka Laka Baby， 真的讲我真是疯掉了。OK， 这是超可爱的。然后第二次就是普通的，就是 Shaka Laka Baby， Shaka Laka Baby， 这是普通的嘛。然后另外一个叫气音的 Shaka Laka Baby， Shaka Laka Baby。对，这个我有听起来。唐老鸭的是怎样？我跟你说，唐老鸭的就是其实跟可爱的很像，是，只是说它弄得更扁，是。那个 baby 就会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觉得哦，好尴尬。这首歌录多久？